大家好，我是小曹。这是一部第五代的 Nexus 手机，之前有跟大家简单分享过。最近发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小细节，跟大家再聊一下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手机后面的摄像头看起来是挺大的，但其实它周围一圈只是装饰，摄像头只有中间的一小部分。我看以前的报道说，这一圈其实可以磁吸入一些金属的外接摄像头的，但是我试了一下，其实是不可以的。它确实是带有一定的吸力，但是不足以去吸附住这个摄像头。我猜测应该这一部分的吸力是这个相机里面的光学防抖组件提供的，所以本身并不是用来吸附这种摄像头的。但这个外接摄像头，它当时送了我这种，带有磁，这应该是一个带有磁力的垫片吧。然后把这个垫片其实是可以粘在这个外面的装饰圈上，又不碍事儿，这样的话吸附起来就是比较简单的，算是辟了一个10年前的谣吧。因为这个手机是2013年发布的，反正我测试确实是不可以的，需要去加这样一个垫圈才行。